论坛哦，上礼拜没有啊，上礼拜理论上如果你有填那个问卷哦，那我会把那个影片寄给各位，一样是放在论坛里面啊。然后上礼拜的课程里面，我们大概重点提示一下，基本上呢就延伸那个入门课程哦，但是又比那个入门课程呢有一些要更进阶，比如说有一些功能哦，其实 Excel 函数是基本上即便可以哦，也非常的麻烦。OK，所以基本上。如果遇到这种问题哦，你干脆没有别的想法了，你就写 VBA 算了。因为很多地方哦，如果是那个复杂度高的，你干脆就直接用 VBA 去思考就可以了。哦，那你目前的工作上用到的，我发现哦，复杂度越来越高，简单的东西好像利用 Excel 里面的函数啊，可能能够做的事情越来越少了。而且即便可以做到哦，好像。也变成你要做很多重复的动作，那倒不如干脆一次性的用 VBA 来写就好了。所以啊，变成说现在很多地方干脆我们就直接写 VBA 算了。那另外当然还有更复杂的，或者是说哈，可能 VBA 里面做起来可能没有像 Python 那么顺手的话，比如说像你要跟那个其他装置做串接，比如说你要做物联网相关的应用哦，那可能还是用 Python 比较适当。或者做一些影像辨识啦，或者是说网络爬虫啊，这个可能我觉得还是在 Python 它比较强。但是除此之外啦，哈，比如一般性我们是用 Excel 来处理资料的话，我觉得反而 VBA 可能这部分相对的会比较占一点便宜。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哈，我前面一直强调，你打开就可以用了嘛。那这一点哦，比起 Python 我觉得哦方便许多，因为 Python 你光要安装那个环境，光把这个环境打开来，然后设定好，再开始写程式，那就是一件啊相当繁琐的过程了哈。OK，不过我觉得啊，未来如果你 VBA 已经学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啦，或许可以思考一下，哎，下一个阶段是不是可以再学一些其他工具？那至于哦，每个工具的优点啊，OK，它也有它的缺点。好，那当然我们是截长补短嘛。如果你会用的工具越多的话，那当然，你就可以知道哦，这个事情我用什么事来做会比较适合。比如说，像我同学问到那个查询系统嘛，哦，比如你要做查询系统，那其实你说用 Excel 能不能做，也可以啊。那你说用那个Python 可不可以做，也可以。哦，甚至你可不可以用其他工具啊，像那个C Sharp 哦，语言 C Sharp 它里面有 Visual Studio 也可以写这个东西。啊，你可以写成视窗版的，你也可以写成网络这个网页版的，你也可以写成手机 App 版的，通通都可以办得到。那只是说呢，哈，当然你要针对你实际上的需求。啊，如果你的需求非常简单，就是在办公室应用的话，那我建议你干脆用 Excel VBA 来做就好了。OK，你就不用把它想得太复杂。那只是说呢，哈，一般如果你用其他工具的话，可能你需要学会资料库这个东西。因为其他语言哈，没有像 Excel 这种方便，Excel 打开上面可以放资料，那你可以把它拿来当资料库用。可是其他语言哦，变你要建一个资料库，哦，可能是放在哪里呢？那一般最简单放 Access 好了。好，如果说你有那种共用的需求，比如你要跟其他装置、其他人使用，那可能你要学会像 MySQL 或者是 MSSQL 等等的就架一个。这个所谓的资料库的伺服器哦，上面会有什么管理的权限哦，还有你要跟资料库沟通，你还要学会 SQL，所以啊，其实太复杂了。你的需求如果没有那么复杂的话，你干脆把 VBA 里面如何制作查询系统这部分哦学好就 OK 了。那这要怎么做哦？后面我会再按部就班跟各位说明一下。好啊，这个也是我用怎么讲？我思考的方向，因为我假设啦，我用一般性需求哈，比如说我今天要查一个东西，是不是可以下个关键字啊？比如要查什么，自动帮我把我要的资料呢，就自动产生一个资料表，帮我放在那边哦。然后甚至我要做批次的查询啊等等的哈，做报表的时候会用到大量查询的话，那怎么做？OK，那可能还会需要用到什么跨工作表，可能你将来资料查完之后，你要放在另外工作表。OK，好，那将来可能有工作表的分割啦，就是分成很多工作啦，跟工作表的合并，那这个部分我们慢慢再来看好了，因为这入门班工作表的应用主要就单一个，那进阶班的话，哦，我想我慢慢会
再延伸出去哦。所以今天也许我们就会来看到有关那个工作表的这个进阶的相关应用哈。那上礼拜大概就是讲到就是资料里面一个储存格里面呢，如果说有什么数字、英文、中文，那你要把它分开来的话，可能会需要用到什么用到内码的判断。好，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这个内码。那最后的话还有讲到一个所谓的那个计算那个资料顿号的分隔，也就是说呢，在范例档案里面我们的 room 在这个范例档案里面单元一各位可以找到，这是上个礼拜103这个，然后还有计算那个什么顿点分隔，我记得是这个上礼拜429上礼拜有做。那当然呢，它需求是这样啦，希望呢能够把这个几个，这个有几个项目，就这边算，这个是一个嘛哈，那这边12345678910，有十个，好，这边要填十个，上礼拜讲过啊，可是要怎么样按下这个按钮自动全部完成呢 ？OK， 好，那主要我讲过了哈，你可以用什么方式？要不就是你去找什么，找这个顿点的数量。12345678910，那总共有十个项目，就是意思说顿号的数量会是商品数量相差一嘛，就把它加一就可以。OK， 好，那我上礼拜有讲过了，这边会用到那个 do file 回圈，为什么一直找？找什么？找那个顿号，找到就加一，找到加一。哎，那另外哈。其实还有东西还蛮不错啊，就回去那个，这个有试一下啊，同学有回去其他有回去试过嘛？其实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就后来我举个例子叫 split， 对吧 ？split 就是类似像那个资料剖析嘛，只是说这个资料剖析你剖出来的话，必须要放一个位置给它啊。但是我们那个 VBA 里面有个叫 split 啊，它可以切完之后，但它回来的话会是一个阵列哦。那我们从那个阵列总共的数量也可以知道说也有几个商品，所以特别重要这一题如果你不用 do while 回圈其实也可以用 split 这个函数OK， 那至于怎么写也许可以自己试试看，其实还蛮认真，甚至算那个速度嘛，其实看起来当然用 split 速度应该会比较快，为什么？因为 split 是做一次动作嘛，它就切是全部切开来的，然后放是放在阵列里面。可是如果你用寻找用那个 insert 的话，它是找，如果你数量越多有没有，它的速度越慢。OK， 所以基本上那个用 split 可以写写看，那写完之后的话，你可以两个比较一下来。当然可能用 split 速度会比较快。不过跟各位讲一下，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要钻牛角尖啊，因为有些现在电脑都跑太快了，就是你写 A 写 B 写 C 可能你很多东西，但是相差的速度如果不超过一秒钟的话啦，对我们来说基本上不是什么太大问题，最重要是要把那个程式先写出来比较重要。OK， 所以这部分延伸性的那个练习请各位回去可以思考看看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是再继续来看一题就是上礼拜讲到这一题。也类似这个切割split 所以请各位待会再把那个这什么这一题这个范例Google 试算表，那这一题也是同学他现在用 Google 表单，那 Google 表单的话有复选题，可是复选题有个问题，就是说他下来的资料他都会把它放在同一个储存格里面。那会有个问题，如果将来我要统计什么，统计这里面的数量的时候，那会变成说我没有办法去就用康乙符康乙符去做那个算那个数量的问题，所以我势必需要什么？需要把，比如这有三个，我先要把这三个分开来，然后往下放，而是放在同一栏不是放在横向的，而是放在纵向的，所以有什么方式可以怎么样？把它什么？切开了，所以第一个可能我的想法是这样也就是把这个范围的资料跑个回圈嘛，一个一个抓出来之后，然后做什么呢？先把它切 split 切割了完之后的话，它就会丢到一个阵列里面。那我把那个阵列里面所以特别重要，切的话它这样用 split 切的话，像这三个它就 split 切的话，它就把它切开来。
切在一个阵列里面，那这个阵列编号一定是从0开始，那放在0、1、2，那我需要什么？把这个放在这边0，这边放1，这边放2，哎，那怎么往下放？而且要一直往下放哦，然后放完之后的话，就要换下一个储存格，那下一个储存格也一样继续往下放，哎，所以这边会牵涉到几个问题。 我要怎么知道说我现在往下放放到哪里？哎，放到哪里我才能继续往下放？不然的话，我可能会放到重复的位置，那就不对了。OK， 啊，如果像这一题啊，假如说你用函数，应该没有那种函数可以。你用资料剖析，资料剖析怎么剖？啊，你是不是可以用录制巨集？可是问题录制巨集完之后，你还是没办法。其实有些书里面就教你要用录制巨集修改，可是哦，像这些地方之后，我一样也是不 OK 的。 所以啊，理论上啊，最关键的地方就是用第一个用 split 函数啊。第二个的话呢，切完之后，因为我们不确定说这个里面到底有几个嘛，所以啊，切完之后会是阵列。那我怎么知道这个阵列哈的数量到底像这边有0、1、2嘛，总共有3个。那我要怎么知道里面有几个阵列的数量？那你可以用另外函数叫 ubound。OK，ubound 可以知道说这个阵列有多大哦，它总共有几个哦，那我就可以怎么样？根据里面有几个，我再把它一个一个抓出来之后往下放。OK， 那一直往下放，放到没有为止啊、哦。所以这个范例其实当然你们，若会的话，将来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其实类似的应用还蛮多的哦。OK， 好，那想想看啊、哦，如果不行，我等一下会再跟各位说明。我们按部就班啊，反正就把你想到的方法也试做看看。来，画面先。 还给各位一下哈、OK 所以，我们进阶的范例啊，就是在那个入门班的基础之上，哦，在往上堆叠了。不过你会发现啊，以这种题目的复杂度啊，跟那个入门班的范例比起来，哇，它这个基本上就又更上一层楼了。也就是你以前哦、啊，还可以用那个想说啊 ，Excel 里面有哪一个函数可以。 做出你要的结果，现在基本上你想都不要想，因为里面 Excel 里面没有一个函数哦，可以帮你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怎么办啊？你只能用 VBA 写吧。所以啊、哦，慢慢你要个认知啦，未来你的工作哦，如果你会把 VBA 程式写出来，啊，你的工作内容就是彩色的，啊，如果你不会的话，你就涂白一张啊，你的工作变黑白的。 哦，跟你的人生一样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啦，哦，跟会一点方法哦，感觉就是你的，花费的时间就变少了，那你当然相对你会多出一些空档时间出来，你才有办法再去思考一些哈、哦，可能更重要的事情，或者有些人呢、哦，每天都忙忙忙哈、哦，就在忙一些琐碎，像这些问题 ，OK， 如果你要做报表，哎，那光这些资料你就头大了。 哦，那你要怎么样先把资料剖开来，放在一整个？那放一整个之后的话呢，我们才可以针对哦这里面做什么？做统计，到底哪一些选项最多？谁选的什么选项是最多的？哦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哈、哦。